哎，你好。来，先我再给你们介绍。好。大哥姓李，叫李国学。啊，中国的国学习的学，这名字就很有内涵了。然后大姐跟你是一家子，也姓李。也姓李。啊，叫李小华。啊。啊，春晓的晓，然后中华的华。嗯。嗯。初次见面，握个手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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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你。嗯。然后呢？彼此能坐吗？腼腆吗？坐，能请坐。没想到，对于喜欢看书这块，俩人还算挺同频的。而接下来的了解过程当中，俩人还有更同频的地方。这点我们俩都姓李，这点也挺巧的哈，也挺有缘分哈。哎，你说我妈就姓李，嫁到老李家。哦。我妈是属兔的。我爸是属蛇的。哦，你爸属蛇的。大哥，你属啥呀？我属蛇的，我属蛇的。同一个属性。这么巧吗？知道了。人家俩就蛇盘兔。蛇盘兔是不是有那个说法？蛇盘兔辈儿辈儿富。对，需要蛇盘兔越过越富，对，也有这么说的。嗯，不错。原来我们在双城浦拜的吧。双城浦啊。啊。你说我家是哪的？哪的？我家是三杠的。三杠的。对。那咱挨着。哈哈哈哈哈。挨着，挺近。双十多里地儿吧。对。这么近。挺近的。看到这儿，你是不是觉得俩人真是挺有缘的？随后俩人又聊起了彼此的感情状况。我们有些时候争争讲讲的，孩子也有点也，我们俩有矛盾。或者我们一征求孩子意见，我们俩说那咱俩就，不在一起了。你们离婚的原因是没有原则？没有，他没有别的原则。谁出轨了？没有说谁跟谁那个什么有外遇了什么，这都没有，该咋是咋。我们俩就是这种性格上。合不来。你们是那啥几年离婚的？2000年。2000年，一直到现在。办的。就单着了。离婚之后呢，我们俩就是当时离婚的时候，我们俩分开了。嗯。哎。嗯。有2年时间，这不孩子上大学嘛？上大学完了，大学毕业了。嗯。回来之后，孩子要牵扯到要参加工作。嗯。要成家，嗯，要买房，对，就这样一商量之后，那这个孩子自己那个这些事儿都得，还都得我们去办去，或者我们俩的事情出现之后，离婚后，大学毕业了，为儿子就张罗这些结婚买房的事儿吧，对，然后又凑合了，又凑的，完了，我正式离开家呢，到这儿来呢，这是2017年，离婚的。就别怕人复合，你要选择离婚的，就别怕人复合。所以你不太介意，就是离婚后他们为了孩子又凑合着过了一年，对。对于李大。